今天没有事了，可怕了，你看看着俩了已经。本来以为找不着了嘞，对，找到两个了，继续加油马瞅瞅。每年销售零花钱不够，夏天都可以来用这创收，你知道吧？这刚洗了头发，人家说有个快递，快递我以为是啥嘞，质量厚。前天我让俺去摸了，开头的俩，接几盒的，让陈阳直接给我让买了50个，给自己去吃吧，就你好吃这玩意儿。我跟你说，这还可贵了，今年这50个75。一个75，对，去年我咋记得没有人贵。天天咱四个找到半夜就找到俩，因为最近一直在直播。晚上其实我一直想去找，然后那天终于说不播了，去弄一样。结果那个阿姨说，俺来晚了，一束缚都没有了。赶快少爷拉布。每天拉布的时候都会给自己冻一片水。看看今天这个是那天给大家做了福利啊，就纯给大家做了一批，炸了一波。因为有点补嘛，要不真补过不住菜。到了年纪了，男孩也知道愁眉，又给大家拉上一批这个蓝色花朵。现在直播时候会时不时给大家来点福利，因为省点补了嘛。这个出来应该好看。价格都写实了，开始。终于拉完了，大还记得那时候选在哪里啊？开车啊。开2000多公里，2天2夜跑到了甘肃，就为了找那个正宗的白兰瓜。不过那个正宗的戈壁滩上的白兰瓜是确实甜，甜得很。然后前段时间其实还不到瓜季，人都有人私信说那白兰瓜啥上啊？姐妹们，当时不到瓜季啊，现在一年时间转眼已经到了啊，瓜季来了。所以小外甥跟着咱爷立下了汗马功劳嘞。看这第一批瓜已经安排过来了，熬煮已经给自己切开放冰箱用了。我一看，我都说了，熬煮应该是好东西嘞，是金是。这个瓜应该是很多朋友们尝过都知道啊。如果说在一线二线城市，那个西北同款啊，正宗的这个阿州的印地白兰瓜。这个瓜给大家说一下啊，第一批瓜采摘时候不能太熟啊，不能放啊。你看这瓜嘛，这瓜味儿。尤其是这啥，就是瓜味越多，证明它这个瓜越好吃越甜。这个时候吃瓜是比咱那时候口感更好，当时是末期了，这个是现在正好啊。早期，然后咱能吃到头茬瓜。对，咱这边的瓜是达不到他们甜度了，一个是他们戈壁滩上本身的一个地质原因，再一个他们的日照时间是比咱这边要长多了。像去年去直播，大家知道8点呢，人家还是天哪，10点了，太阳还有了，太阳高照了，来给俺切一个。高照时长咱那得达到14个小时超上。大家看一下这瓜肉比较紧实那种，特别厚。冰箱里还像冰淇淋口感，比较绵密。主要是熬煮好聪明啊，咱都没有坑，立马都放冰箱里了。熬几天，这口感不是那种脆的，是有点软软的，绵密的感觉。嗯，冰淇淋口感，嗯，很好。最主要甜度非常高，它的果肉是一种淡淡的绿色。快要煮太行了，他一年就这一劲儿，所以说想吃的朋友，咱们明天下午3点不见不散啊！如果现在正在敦煌旅游的朋友，应该正在排着队去买这个瓜了，对，因为这是瓜州特产。明天店里人都特别多。现在应该有没有在敦煌旅游的朋友们？应该很多朋友已经去买了。有没有骑骆驼？骑完骆驼又去拍照了。当时咱去拍照花多少钱了？3500块钱，花4000块钱拍的照，咋样？满意不满意？我回来自己又修一修，给你放一张吧。别放了，我亲娘哎。